然后，然后 GitHub 里面全部都是 schema，就是那个 client 的 schema ID，然后 GitHub
这个新的R&D环境，我们有新的这个变种，然后新的这个S，然后加上新的资源，然后其他的一些会有一些是这个Iceberg，衍生对新的一个变种，然后但是
然后优化之后就把那个软件调到那个分析，然后去做具体的那个查询。
然后这个如果class load的一多的话，就会导致这个哈希比较充分，都要差很多次。然后性能很差。然后为什么class load会很多的原因就是每一次提交一个教务都会生成一个新的一个code class load的去加载一个客户的量。然后针对这种场景的话，就是我们就是要尽量减少这个class load的数量。
多张表，
多张表拽到一张表，这个的话，刚刚我看那个架构图好像意思应该是通过这个 Flink， 刚刚好像有问题，通过那个 Flink 去来实现，相当于是还是写到一个实体点是吧？是。然后，那刚刚前一位那个老师已经介绍了，就是。 就多表关联的时候，就很难去优化这个，就是状态过大的问题。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？好，谢谢。没有什么方法，这种加资源嘛。